王美，北京当贵妇，宝格丽尊宠 VIP。 宝格丽二日在北京举办高级珠宝展和晚宴，不少明星名人前来捧场。除了刚新婚的女神舒淇和时尚女王刘嘉玲之外， VIP 晚宴上突然出现一个高挑的熟悉身影。我五原来是已淡出的女星孟广美啊，她2011年嫁给中国富商吉增和，现在活跃于中国贵妇圈。看完今年珠宝展，她的心得竟然是通通都想要，每一件你都觉得久久驻足，没有办法离开它。我觉得就是每次开他们展，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帮你做讲解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他还透露自己的专宠 VVIP 身份，宝格丽几乎在北京的所有的活动他们大概都会请我，然后就是真的已经变成非常好朋友的关系。有一次我发朋友圈，我说哎，我在欧洲干嘛干嘛，结果他们立刻就帮我安排让我去宝格丽的那个工厂。他们在佛罗伦斯呢有一个小小的 accessory 的作坊，然后他们就让我安排去，就是临时就第二天就安排我去做了一个 tour。 那真的是很棒，时尚动新闻真的很吃得开耶。报道。